雷哥，谢谢你昨天在直播间给我刷2000块钱。没多少，这个是我闺蜜小敏慕名而来的。啊，小敏啊，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雷哥，帮帮忙，帮我也刷2000呗。行啊，我这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。哎呀，雷哥，你就给他刷2000呗。你看你开这好的车也不差那点儿，对不？差呀，咋不差呢？这是等着下雨还能洗澡呢。这雨下的太大了，雷哥，咱上车聊吧，别浇着。对呗，都挨浇了，雷哥，走呗。那走吧。等你。哎呀，雷哥，你这车内饰也太帅了吧！这车得值个几百万吧？哎呀，没有，二手的，你就几十万吧，已经。那几十万也挺贵呀。那哪天你也送我一个呗？我送你个房得了呗。那也行。雷哥，你有女朋友了呀？没有。那这怎么有两个口红呢？啊，这是之前朋友送的啊，说啥时候说有对象了，给他。啊。那雷哥，你也没有女朋友，那你给我一根得了呗。嗯，拿一根吧。谢谢哥。雷哥，你有没有发现我嘴有点干呢？嗯。你嘴也干呢。那雷哥，你这根给他呗。那你也拿一根吧。啊，谢哥。哎，对了，雷哥，你刚才不是说那房子准备给我吗？那咱先上你家看看呗。是不是早点啊？这早啥呀，你就先带我俩看看去呗。哎，走呗，雷哥。嗯，走看看。你是来拉屎的吧？来，进来吧，这就是我家。你俩先坐一会儿，我去拿房产证去。嗯，啊，行。你是逛户来的吧？房产证啊，一会儿带小敏过户去。不是哥，带谁？小敏呢？我非常喜欢她。凭啥呀？咱俩出来约会，你凭啥不给我，你给她呀？我给他的主要原因呢，是他刚才跟我说了，他能陪我玩这个剑狱九州，说领到的红包说全给我，就这么贴心的女人是打着灯笼都抓不着啊。雷哥，我玩过这游戏，没你这么多呀。现在只要点左下角上线就送188红包，提现秒到账，而且现在每升一级还多10块，配上内部码，一小时轻轻松松几十级，什么无级别红霜、满星翅膀都按吨领。小明，你告诉我，你今天是陪谁来的？其实我也感觉雷哥有点喜欢我。嗯，那走啊，带你过户呢。我呢？